我今天住你家啊？啊！你这什么表情啊？我这刚才背你回来，我脚都扭了。刚才扭着了，这只脚。哦，就这脚。那我去给你找药啊。那扭脚了咋不告诉我呢？我不合计你想让我背你吗？你家，你是第一次带男的回家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是第一次带男的回家吗？算是吧。不是，这个问题一般不都是应该女生问男生的吗？你带过多少女的回家呀？不是我问你呢，你反过来问我干啥呀？我先问问你，这问题很难说出口吗？什么叫很难说出口吗？是我问你，我说，我是不你带的第一个女孩，第一个男孩回家。你呢？多少？算了，不说了。怎么就不说了？什么不说了？为什么不说了？我没带过呀，我没带回家去过。你没带过女的回家？不对呀，今年多大了？啊？你没带过，怎么可能问我那种问题？你是不是第一个？就带过你一个人回家，啊，不是那，就是此回家啊，跟彼回家是一个回家吗？我此回家是什么回家呀？就是此时此刻回家，在你家，哦，在我家，跟然后。你去我家吃饭是一个回家吗？有什么不一样？你啥意思？我没啥意思，就问。算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我让你给人抹药，我去洗个澡去。然后等我洗完，哎，算了。不是咋了？我家就一个洗手间，不方便。你自己抹完药，你就回家洗吧。不是你洗就方便，我洗为啥不方便啊？这是我家，我说了算。不是你说了算。喂。我还能让你说了算？你是干啥呢？你把头撞去。不把头撞去干啥？我要回屋。那你回屋你就回呗，你要撞去干啥？咋的？你搁家洗澡不穿睡衣啊？不，我穿睡衣了，你好看呢。你把头撞去。我不。撞我，听见没？哎，行了，不逗你了，撞上去，咋好了没？这么害羞呢？这就回屋睡觉了啊？咋的？这就睡觉了？装的也不像啊。